你们俩平时不是点子挺多的吗？啊，帮我分析分析，怎么回事？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，却总是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。你背什么歌词啊？有那么多字吗？头五个字儿，帮我分析分析。这不挺明显的，班长。小点声，小点声。这跟别人出去吃饭，这约会去了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有可能就是跟闺蜜聚个餐。闺蜜聚餐就没有必要发这个，可惜不是你。是。我刚才给你姐打电话的时候，电话那头有一个男孩的声音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就算他旁边有一个男人呢，他能给你发这条信息，能说可惜不是你这五个字，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场，他还是希望你在。对，应该是叶记者故意给你带来一些危机感。你看啊，他希望过这种生活，但是那个人，可惜。不是你，不是班长，你在感情的问题上真的太磨叽了。他不给你回信息，你等到明天再给他打个电话，不就完了吗？要这么简单，我还找你们俩分析什么呀？废话，赶紧睡觉去吧。走吧。什么情况啊？我查铺。这什么情况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听什么呢？别听了，没电了。听什么呢？把手机都听没电了。可惜不是。这歌我听过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叶小俊跟我说，可惜不是你。